大黄蜂搁后边呢，我大黄蜂有点坏了。一起看，那是抖音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干哈呢？这是啊啊！我天，我这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就给我扛两下子呗，你给我扛两下子，我帮你多赶快两波。我寻思我去对面野区直接给他逞了呢，难了啊，难受了啊。嗯，来一波以前的套路，往这儿走来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，别他妈往那边走，那边有船长，哎呀，我把你杀了，我那一个劲儿点问点信号啊，我说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，还往左边走，我一直往我这边点信号。我是真是服了，那剑魔多少血？再见！别追了，还能追死啊？让你追啊！让你追，你给我追来！操，来反我也来了。这干哈呀？这，这是要干哈呀？这太吓人了吧！这，我被吓到了。那鱼怎么办？那鱼，那鱼，你刚才就应该舍身取义。你就应该直接自己上去扛着蜘蛛那个 W 技能，然后让我回家，省着俺俩都死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扛，俺俩就都死了，真废呀！这鳄鱼呀，完了，鳄鱼死了呀！啊，鳄鱼死了。蜘蛛小袋，哎，小意思。小意思，小伙子，这都是小意思。赶紧升个三呢。那蜘蛛怎么住上路不走了是吧？这鳄鱼也太惨了，这鳄鱼不行，没机会呀！来中路找波机会来，下路机会太渺茫，中路机会也很渺茫啊！俺们家这鳄鱼是废了呀，我发现。蜘蛛节奏不错呀，中路很明显是不太好抓，你知道吧？这船长是不是有眼儿啊？准备收割。哎，这船长真的这里头是有眼儿吗？怎么我每回过来都有问题啊？
很明显这是有眼，嗯，很明显。保一下小黄毛吧，那蜘蛛啊，蜘蛛挺骚啊，蜘蛛，老蜘蛛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有加血。小龙，这不行了啊！这得开启认真模式，跟着蜘蛛玩了。来，我的野区。漂亮呀，这也太他妈装了，你在这装你妈呢，你装啥呀，你有啥好装的呀，我没明白啊，你有什么好装的呢小伙子，抽一下，不好杀呀，算了，不杀了，操了，一个劲儿跟我在这亮牌，你给我等着啊，玩就玩呗，你说挺装备，老差一身血，有点受不了啊！这别去了，拉倒吧。哎，哎，没跳过去，哎呀，有点难受啊。打个小龙来。融入吃播经验，回家了。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三把长剑，我想想现在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局面给打开啊？我们上野区应该是烂了。上路去不了，上路去了只能被双杀，不去上，我们主要往下边走，先升个六级，等级有点低，
有点难受，有点难受啊。现在的节奏啊，已经基本上是断档了，我们没有地方去了，中路没空抓不了，上路打不过。往上上来，还行，可以接受啊。就是我们这野区有点烂，去哪呢都没什么办法跟这蜘蛛抗衡。把这塔拔了，你这不吃塔皮，你赶紧给我吃塔皮呀、啊、那我自己吃吧，那我单吃也可以。这船长也挺会玩的，就是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来呀、啊、过来呀、啊、那 你不来俺们怎么杀他呀？准备收割。哎呀操了，这样吧，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下路100%是来蜘蛛了，我们得赶紧过来。这一个个就跟瞎子似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死吧，还行。不是我失去队友信任啊，是以这种情况来讲，那蜘蛛入侵红，我们俩必定要去换他。你100%你得过来，不能让他拿着红，我们两个人还打不过他一个人吗？即使他装备好一点，要不你怎么翻盘啊？慢慢杀，不着急啊。小龙这边没有，没有收集者啊。哎，
黑嘎，那不有鳄鱼吗 ？AD 没装备，那 AD 去打人不打疼你，不掉血，可以打。黑掏 W， 鱿鱼，来鱿鱼。去下喽，那蜘蛛100%往下走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赶紧过去帮助小黄毛，就是他走的位置啊，稍微有点毛病。学个什么呢？哎呀我操，学个什么呢？学个升个 W 还是升个 E 呢？升个 W 吧。生意不厉害，生麻烦了。操！真好奇，这在干嘛呀？减速，鳄鱼给我往上冲，他指定飞鱿鱼，知道吧？小心点上面啊！小龙可以要来，哎，我没放大吗？靠，我以为我放大了呢。来了个派克，哎，漂亮！我出个大影魔刀加春哥，决定了。
先去打个蓝去。大概率永恩可能要让人抓，快过来呀！哎呀，一个人也没有，那总共那俩人干啥呢？就剩6000血了，真难玩啊，怎么玩呀？交个惩戒吧。干啥呢？赶紧过来呀！你是磨磨唧唧的。先杀船长啊，要杀的。来呀，来，这回来呀，这蜘蛛死了都残血还不来，还不过来，还不过来，快点过来，妈了个巴子的。你搁那儿蹲啥呢？不是你们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一个一个来啊！打个石头人儿，你走喽。杀一下船长 ，W 死一个，惩戒扣 A， 不打了。可以先杀金克斯，哎一下走位一波，漂亮，挖爪扣。开中吧，喷他扣肯定是喷他不了。先打个蓝，再打个龙。5000多块钱，这我得购物一波。我有5000多块钱，这钱咋那么多呢？
建模干啥呢？金克斯快出来，啊，我怎么死的呀？哎，我的 W 技能是怎么空掉的呢？很奇怪啊。送火箭了啊，送火箭了，送火箭了，我先飞走了。那个 W 技能为什么空了呢？没有空啊，地形原因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我飞走了！啊！炸我！起飞！白桶白吧，我都不理你，白吧，你干哈呢？他有收集者吗？他连收集者都没有啊。我想把这村哥换了，换个什么呢？3000多块钱好像不够啊，还得攒点钱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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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大龙，打大龙吧，没人打，我自己打了啊。反正没人打，我自己打，我自己打，他们不让打，那我吃口屎吧。你这那下路那鱿鱼都推高地了，不杀那鱿鱼，你干哈呢？这他又来了，你挺骚啊，咬你一命。不敢去了，这算了吧，这红 buff 咋拿呀？这不能去了。小龙呀，按错了，
左边不知道有没有眼儿啊，等个金克斯或者是船长。实在是没血了，赶紧跑。我先飞一手啊。全得死，全得死。你不挺能亮牌的吗？上来我你这又烧我一回亮我一回，哎我的天，咱要赢不了的话别装这个逼，知道吗？快点来个五杀建模，给个面子建模，给个面子建模。算了